你要我亲你啊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的事儿你还记得吗？昨晚什么事儿？你真不记得了？那宴会上的事儿呢？哦，宴会上的事儿，我知道，你帮我解的围嘛。你说的那些话，我就当你没说过就好了。你别再这样说话了。我的意思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也表达了你的心思啊。我什么心思啊？我衬衫上的口红印是怎么来的？我怎么知道是怎么来的？你别再装了，你明明就知道。哎，好了，我承认，它那个色号确实好像和我的口红有点像，但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怎么上去的。行，那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会睡在我的衣柜里？对呀，我为什么会睡在你的衣柜里啊？你真不记得了？是你亲的我。不是苏星星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是一个隐藏款，是谁打开了我的盲盒？啊？什么盲盒？我是一个盲盒。啊？是你打开我的盒子啊？行了行了，走吧，快睡觉吧。不睡美人得亲我。你看清楚点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啊，顾蓉啊。你要我亲你啊？苏星星，苏星星，真的，酒后吐真言，我是感受到了。静静，你要做什么去啊？马上就要吃午饭啦！哎呦，啊！我昨晚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静静醒了呀？你这是酒醒啦？醒了，昨天晚上喝多了吧？静静，来杯酸梅汤吧，醒醒酒。就是嘛，来一杯。你们
都知道我喝醉的事儿了。咱这街坊四邻没有不知道的呀，整条街都被你弄醒了。是啊，就是的，都没睡着吧？都没睡好啊，小顾是吧？对呀，小顾托他回来的，拖不动呀。哎呦，小姑娘家不要喝太多了。就是静静啊，你以后不要这样了，注意身体啊。嗯，乖点啊。好，好。小顾也不说管一下嘛，可不是嘛。喂，艾米，担心啊。就是啊，你在哪呢？快点回来啊，我给你送盲盒来了，你人呢？啊，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东西都快到家门口了，你快回来。不是，你说什么盲盒呀？赶紧回来，别问了，我马上就到你家门口了。哎，静静。师傅，这边。哎，师傅，小心点啊，千万别摔着。这些玩偶都有精细部件的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就放门口吧。行嘞。多亏了我的好闺蜜，这波资源整合太牛了。接下来，我就毫无压力，可以边期待业绩边享受恋爱了。哎，听，艾米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想一想，我，你的穷闺蜜，哪来这么多钱给你订这么多盲盒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这可不是消费，是投资入股，顾总全都安排好了，他出资入股我的店，在这儿分销盲盒，标准的异业合作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搬了，我家也没这么大地方放这么多盲盒。艾米，能不能退掉啊？退掉好不好？商业投资怎么能轻易退掉呢？用不了多久，收益会很好的。可是这么多盲盒放哪儿呢？有了，我有办法。什么？什么？搞定，艾米，可真有你的。那当然了，其余的盲盒呢，可以先放到我仓库里保管，等抽完机器里这些告诉我，我随时来补货。怎么样？两全其美吧。嗯，你们俩先慢慢玩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啦。等一下，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我喜欢你是真的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正式开始追求你了。不会吧？他难道是认真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又是在整我，要不就是看我可怜逗我玩，或者……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看到这个世界上接近不了别人，只能接近我，想跟我试一试，对不对？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？不，你一定就是这么想的。但我告诉你，你没得选择，我可有选择。我不会跟你这种龟毛有矫情的公子哥谈恋爱的。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你告白的。那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？你这身上的 bug 有无解。我，你怎么亲完就赖账啊？我那是不认账吗？喝醉酒的事情能作数吗？反正我就当你今天这个话没说过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消失一会儿，让你理清理清思路。我思路清晰得很，